因为难得来上这节目，有合适的主题啊。那我的衣服我今天来，我就是特别想要追求一个女人味。对，很少看到玛丽亚那么有。因为我平常为什么你的胸部在你的腰啊？应该我贴 new bra 的那种就会比较适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不把？可是因为我贴 new bra 我会没有安全感，然后我贴着我穿不要贴。对，真的吗？可以穿吗？可是这有洞哎，那个点。哦，吓我一跳。你看卫星梅姐不是，新梅姐都没有在贴，没有在用。哦，好。然后它这个瓶口的是没有肩带，它整个就会往下。等一下，倒带一下。你说没有在用是吗？没有，不是。没有在用，你歧视我们，没有，我觉得羞辱我们健康。你现在是羞辱中，你是从不休息的羞辱，你从不羞辱，你从不羞辱啊，这个字。他开始变了的，变成这样是因为这一场活动。那不然拉一点点下来看一下皮，这样。可是肩线又不太重，对，因为它的感觉是。那我觉得这整件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它还蛮好的耶。对，它某一年跟花哥参加这个，对，哦，这个我有印象，2018年的时候，这个造型很厉害，对，很正哎。因为那是明川老师帮我做的，因为其实他很正哎，我有跟他说我的个性比较男生，很帅，所以他。就如果说只是露营坐着啊，我可以穿女生一点，因为不用下来走。可是这种金钟红毯要走很长嘛，啊，万一走没几步就开始外八，什么都会穿帮。所以它就是有下面开比较开，但是用靴子，让我感觉很像在穿裤子。对，然后又旁边又侧面又做了一些剪裁，把它放长一点，就看起来是有一点性感，又有一点个性的。对啊，真的很帅气。这个我们。不好意思讲，就要请那名嘴来讲，因为他每一次那个讲红毯第几名 top one 啊，对，他就没写我啊，都没有。我就觉得说他可以感觉得出来是，感觉出来就是。他可能不太适合穿那么短的洋装，对，因为这个，比如说，对，就是很多，其实有很多艺人都是这样，就是可能他刚开始个性很中性，所以呢，他不习惯穿短，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注意修饰。可是当他入行很多年的时候，可能征战过很多，知道修饰，哎，那短裙就可以穿。可是到他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看他现在都叉着腰，是要怎样？是，是要来一回吗？拍照都是要这样吗？对，可他这样就不是啊，就是觉得说吵架。所以在你还没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我稍微不要稍微长一点点，不然其实你腿是漂亮的，所以你还是有机会让他露，但不是现在。好，对，耶，哇，漂亮，他真的很适合不对称，他妆有改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我让他口红稍微重一点，恐怖一点，这样对，稍微重一点，重一点哈。所以他之前说。你是什么脏话是吗？脏话梁咏琪还是什么？不是脏话梁咏琪，脏话梁咏琪啦。对，现在到台北县梁咏琪了。对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现在到台北的梁咏琪，质感差很多，都大提。就是样子啊。脏话到底哪一个霸王好吃啊？那个北门口跟阿三，好认真回答。现在不是泸州那个最有名吗？那是因为辣椒的。我们重点是梁咏琪。换个目标。好，就是我刚刚讲过了，所有的衣服就像男生穿上西装，你会有个拘束感，好像就是觉得很多大动作没办法做。对，同样的女生一样，就是说可能她血液里面就是有战斗的啊，有那武术的这个部分，哦，所以她可能穿上很多的衣服，你都觉得哎，就是要打架这样，男人一样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现在让她换上这个所谓的长版的衣服，就是我刚才之前我讲的一个重要的逻辑，就是他还没有习惯到那么短的部分，他有时候连大腿啊，那个可能跟大腿之间会摩擦，或者是他整个腿要怎么并拢的走，让那个衣服显现的线条都还不理解的时候呢，让他一件长洋装就对。可是长洋装的时候呢，你就完全让他长洋装，你也觉得说他唱女高音也不对，所以呢，又要让他就是我们的让他扬善一点，隐恶一点哦，所以给他长的，但是让他一些不对称感，所以这件衣服就出来了。出来的原因就是说，我在连着上半身的这些呢，包括这个袖子这部分呢，都有透明的，然后看缝线外露，你看连他的两边的胸线都不对称，对，都不对称。其实这件是充满了很多心机的剪裁，你看前面的这个。对，哇，它的那个切割面，它的可以露的部分，所以它的腿，还有加上这个美肌的效果，对，然后我们再整个磨皮，好，它的那个整个背后的也做一个鞋材的设计，对耶，对，然后这里稍微有一点个性，好，这里臀线的剪裁，玛丽亚的身材是好的，她是，那个脸完全看不出来，然后呢，
就是我配上的踝靴一样的，就是逻辑一样，就是如果他连高跟鞋露趾的都踩不好，都那你干脆先包裹，像之前可能是穿马靴，慢慢的让他稍微露腿多一点。高跟靴，对，他腿其实是好看的。好，类似像的这样的洋装呢，可能在他性格上还有几个比较反差的，比如说，对，大红哎，对，这个大红的话，像这个呢，可能是他性格上没有，但是这一件我也觉得总比那种飘飘的还要来得好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前面第一个它是大片的翻领，然后它的这个胸口这里其实是它的领是有点像风衣领或国民领，如果是风衣领的话，其实是很中性的，所以它有这样领型的这样的部分，再加上呢这里有多两个口袋，假设没有口袋，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包裹的套装的，然后它又是个衬衫布，所以这件，然后后面呢又有一个松紧。哦，所以它没有所谓正规的，好像的小礼服的这样的样子，所以你看它直接穿在这里，合身，但它不是紧身。然后这里手这有口袋，你插在这里面，假装插插看。虽然它口袋好像坐在这里，但是它口袋其实在侧面，所以它整个插在这里，你就觉得很帅。配上黑色的这个鞋子，整个的这很部分，可能就它如果再剪个男生头，你都觉得理所当然，很英伦的感觉，很。英伦啊，英伦，英伦风来是哪个伦说的？对，整个的这个，我觉得，即便他头发稍微微卷啊，浪漫，我都觉得成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原本 man 味十足的玛丽亚，穿上心机的透肤设计跟不规则剪裁的洋装，放大女性特质，变得越来越有梁咏琪的 feel 喽。